因为它是中国第一座白兰地酒庄，严可以说现在也可以这么讲，也是亚洲第一座白兰地酒庄，这个已经得到了一个认证了。这个酒庄呢，怎么表达出白兰地的这种酒种特性？俗话说，在建的过程中，我不懂建筑，我要把白兰地表达出来，那我就想想我白兰地是怎么做的。我想想白兰地怎么做的呢？首先，白兰地取自于天然原料，那么葡萄，然后也是可以说大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馈的一个过程。那么我就想了，这个酒庄，那么我们也去取天然的这个材质，所以整个酒庄没有昂贵的食材。没有就是那个豪华的装饰材料，但是我们酒庄确实取自于天然的一种这个材质。我们的外面的墙面呢是一种叫罗非岩，我们内部墙面呢就是一种火山泥和金刚砂的混合物。我们每一个地方氛围感是不一样的。